多兰多兰剑，哎呀，带错了，带错了，狼人不带盾呢、啊，哎，带错了，带错了，狼人应该带盾的，技能给忘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了。坐下。全军出击。下巴带盾，带错了。还能跑？暴力是死亡，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这把得来个水银海。逃不过我的鼻子。哼，还带个机关的。哎，嗯，咬，哎，挠，挠，挠。挠咬挠挠挠挠闪现咬 A 点炎，肢解就是怪物的本事。 A 一 A 链住 A 炸 A 再 A 再 A 咬。啊啊！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药水，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赚的。我很冷的。嗯，一换一不赚。我要是能直接把他杀了，我们没死还行。不赚呢，这兵线不赚。而且刚才我没有那个。那个 W 技能没有加攻击速度，你知道吧？刚才要加攻击速度还行，就不用死了，攻速太慢了。挠，挠，挠，这咬走。裂开起来 ，A 炸 ，A A 咬，回血，啊啊！哎，没三级可太闹心了，真的。我要有三级，我死不了。先来个皮孩吧，别推了，不抠那一下多好。你有病啊，你有药啊。221。那不得让你激情一点吗？好，我们无敌了。挠挠挠挠挠，好创，挠挠挠，叶咬 A 炸，挠挠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我这个血条啊是假的，你以为我能死，其实我死不了。中路是残血了吗？怎么一直有血味呢？哪里来的血味？全都是愤怒。
跳 ，A， 咬 ，A， 再 A， 再 A， 一 A 咬，炸挠挠挠。一看这奥恩就没怎么打过狼人，知道吧？丝儿血，哼，我们才狠。别叫了！走回家了。要不要出个三项啊？哎，不出三项，还是这分离者狠呢。呀，这卡特小试一波，我就差一个兵，差一点经验升级，就差一个兵，试试能不能杀奥德卡特。开一下。一开起来，炸挠点人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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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路收兵，我们每次平 A 好像附带28点魔法伤害。W 时间长啊，他这个脱战以后，或者是好像是 A 到敌人，还是杀人以后，反正会缓和冷却很快的这个。冷却时间很快的。咬。挠。是打鼻，随便打，咬 ，A， 只要我们不用 E 就死不了，知道吧？炸，挠，闪现，挠，回血。我闻到血了，血在哪里？血，回家。先来个分离者。我闻到血了，血，谁的血？卡特的血，算了，打个红去吧。死吧！来，哎，闻到血了，一开起来，咬过来接炸，挠，上路收兵。狼吃羊，嘿，他选个山羊，我们选个狼人。血客，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。山羊他们是真爱一场。挠，挠，点烟挠，挠，
挠挠，哎，挠个不灭挺好。我们需要一个巨型九头蛇了。到底是哪里有血啊？谁老搁那半血搁那玩儿，来回晃悠晃来晃去的？我要咬你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头山羊，让他以为能打得过我们。咬挠咬，不管你是山羊还是什么羊都没有用，都得进我的肚子，我告诉你。咬，小回家了。我要回去干掉炼金男爵们。我感觉我好像带错了，这蓝不够用啊，这狼人，这蓝也太不够用了，我挠两下就没蓝了。我带气定神闲好了，应该带错了。谁暗示 double 包了？谁敢暗示 double 包？让我扛一扛！全都是愤怒！走开，我来！我看谁的血啊？谁的血？追踪到。这小丑先炸一手，哎呀，真的没蓝了。蓝好不够用啊，这蓝啊，没带气境神弦真是一个错误。我就550点蓝，我一个 Q90， 一个 W70， 一个 E40， 一个 R100， 没了。来个魔切呀，那也行吧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谁搞的赖克了？又是你，山羊！小黄毛是吧？致命点炎！啊耶！把下路塔给他拔了。谁的传送啊？就你们俩要杀我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！咬，那跟他挠吧，那就，哎，咬，挠，野兽更强壮了。小黄毛呢？小黄毛去上路了，那我们把下路一塔拔了吧。
bug 啥呀？狼人的 Q 可以吸附 Q 啊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技能，你跑啊，我都可以直接黏住你，跟着你走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插个眼啊，溜溜溜溜溜，哪来的羊？哪来的小丑？哎呀，全是人啊！别给卡特就行了，给他喂吧，给他大喂吧。那女神之泪就放这儿吧，就是当给我们的那个蓝了。我整个魔铐，出个振奋去，给大也没用。给我打半血，有血，有血的味道，有血，有血，有血，血呢？血，血，血在哪里？血，先咬这个，这个是真的，啊，这个是假的。我靠，打人这么痛啊！哎，就杀个山羊，这也不合适啊。希望这卡特啊，他要出的是这个海妖杀手，可别出盾弓。这卡特，这卡特出盾弓就完了，就坏了，知道吧？咱先带个扫描啊。知道，我很记仇。曾经是最先闻血。先挠，杀小丑吧，还行，小丑死了，挠，吸血，哇，900块钱，小黄毛往哪走？哎耶，挠挠，你以为你有意义？哪来的山羊？等一会儿再躲。哎呀，我操了！我一出来 Q 一下，他死了。哇，这1000块钱没拿着，好恶心，好气！差0.1秒，我 Q 没 Q 出来，他吐的太早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摁吐了，我没有摁右键，我右键都没摁，你知道吧？他吐的给我吐出来吐早了，你慢点吐就好了。刚才我一个 Q， 那卡特就死。这卡特琳娜，我看是不想活了，是吧？啊！我这有血的味道，1000块钱。耶！操了！哪有血？那山羊怎么还能杀个人呢？先把这小丑那个，哎，漂亮，白送，咬 A， 耶，给我追，小黄毛往哪走？哎，往前走了。卡特火了，不追了，溜了。
这得撤了，这再不撤。是你造的怪。干嘛呀这？炸挠挠挠挠，咬咬住，挠。山羊来了。板甲呀，2600，先把板甲除了吧，跑得快点，物抗有点低呀。山羊死了15马，都这么难打。我操！死定了！我的体格真牛逼，我差点就感到痛了。这地方也哇，这么能跑，兄弟，我找着卡特去啊！一打三能打不？费点劲呢这。我死了的话，费点劲呢。那卡特伤害太高了。全速前进。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。这小丑秒不掉的话，就不杀他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他们这抱团很难搞啊！先闻血。先把这山羊给他杀了，挠小丑，闪现挠 ，A 咬平 A 先走 ，E，A 炸 A 咬平 A 平 A 不行了，死干净了，我操！打死一个。还行，别回去啊，卡特呀，卡特！我的妈呀！要是他家没这 EZ 还行，光一个卡特吧，也不是打不过，也不是打不过。光一个卡特的话，我很克着卡特，其实就只是没有地方杀着卡特。我一上去，他们就集合我。俺们家就一个前排，这大鲶鱼也不幼。血在哪里？这蓝 buff 没人要吗？有人要。又是这山羊。我给他那啥了吧？那山羊都白送，基本上是白送。我们先把这个中路的线给他带一手，整个板甲。我只要能一个人找到卡特，我是随便杀他的，就怕我一个人找不到这卡特。先来个板甲啊！趁你还能跑，他不单独走，他老跟他们一块走。不过还行，我们家小龙有一条。这是个好消息。找卡特，你会为你的狼而付出代价，小伙子。Nice 啊，妖精来咬平 A。那山羊是个屁，没事。完了，屁杀人了。哎，先杀这位啊 ！A 咬 ，A 挠住，来 A 挠咬 ，E 开起来
这小丑是挺烦人的，这什么都逃不过我的鼻子。我追他来，好烦啊，咬不到。真的咬不到，我看你往哪走啊？这回，哎呀，我操，好烦啊！下，我没落。你找我单挑？你好像没想好，兄弟，这不行了，五六个人一整。哎呀，寒冰的区区还是可以的啊、哦！哎呦我的寒冰，漂亮寒冰，寒冰起来了，寒冰，剩你俩，这能买出来了不是？2200，你给我填死他！哦 ，nice。小龙，你杀的是沃里克，他留下了野兽，昨天搁那打的吧？哎，没打。我们找到这个卡特啊，卡特一个人咱就不怕，一个人随便杀的，就怕他好几个。好，卡特琳娜。哎，旁边有个山羊，挺烦人的啊，这山羊。小龙不行，给了其实也行，我们推个中塔。走一走。太追呀！啊！别着急上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把那假的小丑给他打了，漂亮！来，恐惧卡特，挠住卡特，给我打断了！我操，闪现！哎呀，卡特琳娜呀，卡特琳娜！哎，漂亮千九，漂亮妖精儿，就剩个小丑了吧，剩个小黄毛，咱来个魔宗啊，到现在都没攒出来魔切呢，净是整的馊主意，还出魔宗呢，出个屁。韩冰应该够呛了，小丑有飞镖。哎，没 W 吗？让鸡吐死了，让鸡。来死啊！魔宗不如冰心，那我都出了，你还让我出冰心，出个屁！差60点法力值我就满了，一会儿再换吧。来，给我杀山羊！恐惧，挠挠挠挠挠挠，咬！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能打能打能打！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那卡特搁下路呢，能打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
哎呦我天哪，那卡特敢进场吗？我想问一问，那卡特敢进来吗？那卡特啊，完了，挠错了。你敢进来，小伙子，给吐出来，我挠他，挠挠挠，硬挠，哇，这么猛，蛙爪扣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不盆塔扣了吗？坏了，卡特没挠着，哎呀，我操了，干这边卡特没挠到。为什么不出重伤？俺们家有重伤，寒冰有死刑，没事儿，没事啊、哦。基地爆不了，问题不大。守一下基地来，千九有大招，给大来。鲶鱼活了啊，鲶鱼活了，没事，拆不掉。我活了。血，喝血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！你他妈这个小丑，我要让你遛狗！给我挠着山羊！不挠你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真是。推一个中塔，我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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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咬。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可以杀！我上，我上，我上！小龙，小龙可以要啊！先给他咬了，关系开个 E， 这不怕死！哎，炸一手，咬！挠！哎呦，这盒可是太膈应人了，这盒哪来个盒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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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特来了，卡特来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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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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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特来了，快走，还不走，我跟你说卡特来了啊，咱可谁也没办法啊，咱可谁也办不了他，我现在没有大招。给寒冰吧，寒冰立过功啊。回去干掉炼金男爵，师傅。你大爷的，我让你遛狗，回回的回回都是你。钢铁合计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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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家少个小丑，我就唯独这恶心的小丑，给我冲来！你给我恐惧，挠住，致命点炎，咬，挠，挠，挠，先回血，挠，咬，挠 ，God like， 狗一波，剩个小丑。上车，什么玩意儿？小丑搁哪的？来，别让我找到你了。能不能一波？
你敢上来一下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小丑，你别告，别说我没有告诉过你小丑。